欢迎第58届金钟奖颁奖典礼节目类主持人陈雅兰、刘品言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雅兰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品言。我们两个今天开场不唱歌不跳舞不走星光大道，就是要把所有时间留给你们。今天晚上的荣耀是属于台下的你们的。没错，哇，现场看到很多幕前幕后的朋友们真的很开心啊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都为台湾综艺创造更多的可能，你们真的很棒很棒很棒。雅兰姐，我看到一个非常惊喜的画面。哪里？在哪里？福禄寿喜三王以后就坐在台下。哎，福禄寿喜入围17次的陈哥，哇，好棒哦。18次的桃子姐，哇，这更棒哎！19次的宪哥，非常棒，还有20次的瓜哥，太棒了！给福禄寿喜热烈的掌声！哇，这个真的是不是要马上颁发最佳成就奖？哇，能够入围都是优秀的作品，但是最辛苦的就是评审。妍妍，我当过评审，是看到很多作品很开心，因为都很棒，但是呢数量真的很庞大，对，看个把酒拢准备拖他，辛苦了。但是我们还是很认真很细心的，绝对不能有遗珠之憾，是，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的评审们麻烦你们起立接受我们的掌声致谢好吗？谢谢辛苦的评审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辛苦辛苦，请坐，谢谢。接下来要颁发投票投的最激烈的非正式竞赛奖项，由观众票选决定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。是这个奖项呢，完全来自于民意。哦，对，来了来了，这个奖项呢，完全来自于民意，而且每一个节目呢，其实都陪伴大家好长好长的时间，很温馨。也谢谢观众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才是我们做节目的动力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们今年呢做的不一样也很有意义的设计，是就是呢邀请这节目最支持的粉丝观众们由他们担任接奖人，一起来共享这个荣耀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节目的粉丝观众们上场。不是要唱歌啊？伊哟哟，这下的 tempo 是我的歌啊！伊，不是你摕着手机插进去，即摆的少年国强国又讲加点自己，用伊满满的情绪在拼歌技，我要赢你，我要赢伊，好。今民营的荣荣的时代，有人就电视一炮而红通人知，有人选秀展现伊英雄气概，真侪新人渴望入围一块，我绝对不是下摆。有没有人要看地板霹雳舞？掌声在哪里？无可能，今年58。他们到底为着什么，怎么会这么拼？
为着公众摇奏，为着会当出名，不管电视、网络、Podcast 都一定爱行好前。在内容领域为最低，我们来到前苏州小岛啊，霍明秀。尾啊，有先到纳秀案无？哎，就串了呢。好，现在我们年轻有为的少年郎要出来啊，跟我一起说：英雄出少年，英雄出少年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阿夸妹。怎样？我要去哪里？我要找桃子姐，她带好多狗狗来呢。妈妈，你麦克风没有声音哦。妈妈，来，过来。妈妈，我跟你说哦，你今天现场这么多人，你穿这样，爸爸不会有意见吗？我想说，就是这么多人，应该要穿得有礼貌一点啊。哦，安尼叫做有礼貌哦。哇，现场很多人很有礼貌哦。谢谢，谢谢。桃子姐姐，恭喜你入围，送你一颗棒棒糖，祝你得奖。啊，我是男生，我比较喜欢女生。姐姐给你。啊，好棒，好棒哦。啊，那个，我发现哦，你很有礼貌的在看着我妈妈很有礼貌的地方哦，阿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不是阿公啦，他不是阿公，阿公在这边啦。哦，你不是阿公啦，阿公，阿公，你很红，而且很有钱，听说你包了100万给你的 partner。哇，好有钱哦！啊，听说这个姐姐跟这个哥哥如果结婚，你要包200万。哇！因为这对不看了，这两个不看好的，哎，不看好。但是今天节目看好就好。忘了叫，赶快叫，没有缘分的妈妈。没有哦，不行，我今天就是要撮合，我当媒人公。妈妈，我干脆嫁给他好了，你改嫁，他搞不好给你3亿呢。好不好？还是先这样算了啦。不要、啊，没关系啦。为什么不要啦？我也是很想要自己坐在这里，像台下有一番事业啊。哦，对对，你想当主持人呢、哦？妈妈，你来。去哪里呀、啊？妈妈来啦，来啦，来来来，来啦。哈，那你如果要当主持人，你就不能主持《饥饿游戏》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爱吃，你袂堪要腰。妈妈，有人混进来。哪里？那个哥哥啊，他是得金曲奖的，干嘛来金钟奖？哎呦，那是因为他入围了综艺跟实境节目主持人呐、啊。我们今年有很多挂件，好不好？有歌手，有演员，有瑶瑶，我们还有我们的猪头皮老师、陈明章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演员韦静，还有佑宁都有。哦，是哦，好厉害哦，你们。对呀、啊，还有导演啦、啊。导演，那导演我认识啦，但是我要先说，妈妈，她是我的老婆。她是我的婆婆啦、啊、对了对了，我的婆婆啦。我的婆婆还有她是有生之年的妈妈、啊、陈小姐陈小姐陈小 陈小姐 啊导演，你那个《淑女养成记》好好看哦，我妈妈也想当艺人。导演你好，可不可以演那个《淑辣养成记》？可以吗？啊，你又尴尬了、哦。你再不要再说了啦。哦，阿妈不啊啦。我们欢迎颁奖人严艺文、杨贵妹、周心凌。我的老婆加油啊！不，我的婆婆加油。耶、yeah。
奖奖落谁家？今天为了我的亲戚好友们，我请来了一位大师啦。我们有请大师。大宝啊，水啊，天青青，地灵灵，好请我罗将心灵。这位信路，你拄只叫我什么啊？哈，大师。今仔日这个场面，大家拢嘛想要赢，什么叫大师？对不对？仙呢，仙呢，安尼嘛差不多。你何请我出来要做什么啊？仙呢，我的亲戚哦，哪一个会得奖啊？亲戚哦，多一个。不啊，小姑仙弟嘞。哦，这个仙弟哦，我叫做仙呢，你叫仙弟，安尼有缘哦。来，大家甲看，看伊这个面相，前哭金，后哭银，下怀好好咧出世带财库，因老爸才有钱，拢是受伊指引的。你讲有准无？有准。无啦，你家己有哪有拍拼啦？准啦吼。所以这组。问嘞、那我的小妹跟邻居呢？这小妹哦、喔，哎呦，这个旧年就丢了嘛，丢啊，陆陆旧年就丢啊，这个命中带金嘛，哦，这个该当这路的哈，这个命中带，来，你看，带晒。不是啦，这个命中带财，带财，所以这组这三个一啦，稳的啦。那蛋姐，我的小嫂，等来，这个查某囡仔能够入围呢？啊，跟去年的金钟奖主持人对吧？丢啦，这个叫啥？曾宝仪，这叫做香露临门，这嘛稳的，稳啦，稳的，阿哥嘞。过来是家啦，我嫂嫂 Melody。伊拄啊穿迄书，嘛真水呢。今天嘛真水哦。嘿，这个柳叶白菱角嘴，若无给伊得奖，伊就大心亏呀。啊！嘿，但是边啊坐迄个，家己讲伊是，伊可能是半仙吼，敢有需要我算？可能唔免啦，你家己算啦。你有问无？问的有两种哦。问的吼？问的啊？哦。问的吗？啊，这。这都不是你做主的啊，哈，过来，我姐妹啦，怡佩跟慧茹啦，你亲戚哪会哈济哈？我很喜欢亲戚啦。你倒位啦？家啦。哎呀呀！我的金光强强棍，乌鱼炒米粉，哇！你看，你看这个乌先生，头大面似风，倒大鸡仔王啊！哇！我说你敢那伫这个业界真久啊，哈！你哪会拢叹未神啊？哦，不是，我嘛不爱。你嘛不爱？对啊。啊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兴趣啊。兴趣？我大家都嘛安尼讲，无钱你敢未来？你甲接一下。哦。是为着传承啦，丢啦，传承啦！瓜哥带着怡佩还有慧茹，你看宪哥也是带着露露还有汉典呢。哦，那是这点，都该因两个婆仔鼓励一下，为着传承啦，对啦。所以看起来，这组嘛稳呢，稳呢。啊，每一组拢是稳呢，啊，你嘛是就会晓赚钱啊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无钱我嘛袂当来。若要算看倒一组，你问我，我跋杯哦。无心气哦个，互我声再来一个。问冰心啦，莫问我啦。好。再次恭喜最强综艺秀，恭喜。也恭喜所有得奖人，谢谢。恭喜！谢谢，来留步，我们就一起结束吧。哎呀，对，瓜哥你别走啊，瓜哥，瓜哥，一起来，要 ending 了。对呀，一起吧，你是我们的前辈，对不对？
谢谢谢谢今天台前幕后的影视工作者，然后可以跟瓜哥站在一起，真是与有荣焉啊！谢谢大家幕前幕后的努力，也谢谢媒体区的记者朋友们。对呀，让我们的影视平台有跨平台、跨国际的希望。明天是精彩的戏剧类颁奖典礼接续登场，一定要收看。对，千万一定要收看，我们明天见喽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。